人生是要是一个礼物，还是一个花呢？大家常在讲，讲我要礼物啊，什么花呢？但是呢，这个造福路，你今日若要踏入修行的路，确实人生是苦，99%，闪袂过啦吼。所以能够人生路。生活一定要有一个解脱的意义，学的精神，恶的精神，这恶的，哦，依然大学有一个阿伯啊，伊八，伊七十岁，佮开始读高职啊，伊是日本时代啊，还佮读到国小。啊！但伊到70岁的时阵，伊拄啊后悔讲：“哦，我一定要来读册。”84岁，甲伊孙讲：“我要甲你同款来考大学，读大学。”伊孙讲：“阿公，你84岁啊，考大学考会了？考四届，甲调大学。哦，啊，读大学读到91岁才毕业。”哦，宜兰大学。哦，恶经济，这个部分就是经济。活到老，啊，学到老。啊，到底要学什么？哦，你想啊，吼，到底学什么时阵，咱开始停止学习？恁老公就起劲啊！哎呦！囝，你得安怎？你迄好话讲真诶，应该有啦吼，有无？有啦。啊，但是啥物时阵开始会甲恁囝大声起来？有想过是问题无？伊听话时阵呢，毋是我爱伊时阵呢，我开始大声。哦，嘿，我甲阮太太吼。甲迄个阮舅仔个囝、祖囝两个啊，啊，因两个，因三个凶太无数个，啊，伊最爱甲因阿姑做伙，啊，因阿姑吼，要甲伊做伙哦，毋是讲我是阿姑呢，你也听袂，哦，你今日有穿口啊，今日是特别好咧，你讲参详个，哦，我去甲。甲讲道理有听，甲引导，甲开破，目的就一种尔，你以后家己会晓行修行路。啊，伊学的目的就是，伊要学讲要怎甲囡仔好啊沟通。咧过去是迄个家长式的啊，我去迄个时代啊，啊，即卖毋是，我即卖是平等式，哦，我甲囡仔是平等。好啊，甲伊讲话。你细汉对，咱好啊，甲伊讲话，有啥物大，你无啊，甲伊好啊，讲话。迄个嘛是无的。哦，所以咱学啥物？迄自细汉开始要学到大，拢咧学做人也好啦，学讲话就好啦。像我这就是爱学讲话啦。咱这讲话哦，如果讲太过老实的话，啊，讲惯是会变成讲。讲出来话，伊伤人。你毋知影讲这个角度，这个角度伊伤人，你咱用边仔就好啊，无一定爱安尼。哦，所以咱若无去唔去学习啊，痛苦就来啊。嘿，有一句话咧讲啊，哦，知性安怎？可以动机。嘿啊。啊，偏偏咱两个呐，唔理性，迄毋是你毋知影伊想哦，迄就是讲你无爱用这个方法甲伊做伙，迄个理性好同伊每只人都做到底嘞。啊，要学无止境，生意暗淡啊！我感觉我这文字有一点啊深度啊吼，但是我感觉吼，咱今日来想。就是要学
放下咱的心，我咧活在丁丁嘛，中风十三年。迄年中风，迄年我拄啊倒来台湾的飞过班，入了倒去厝的中风，到即满十三年。哦，啊伊头啊呢，中风的时阵哦，袂用戴清醒。知影意识的人啊，想着跟你的动作已经怎样有距离，啊慢慢到即摆吼，伊头壳清楚的，已经非常清楚，啊，但伊的动作已经啊，我都听伊话，互我倒位伫观察啦吼，伊用一个动作，我若甲再一分长的时阵吼，车顶有一个那拍伊啊，迄个手套。哎呦，我来噔噔噔噔噔噔，哎，伊拢会注意迄个物件，然后伊噔噔噔噔噔，啊，好啊，就一直想啊。其实伊甲咱无啥物关系，我迄是我的看法啦，应该是注重的讲，我变安怎，伫即个时阵，我已经是安尼啊，我变安怎来定静，定静嘛是一个修行的方法啦。把心放下来，人好好有人好好的修行的方法，人无好嘛，人无好修行方法。咱拢看过宇宙大师丹青人啊吼，看到啊吼，咱讲会翘脚啊，笑眯眯啊，咱破病倒伫眠床，等伊啊，吼，足快乐个，咱看袂出讲伊足艰苦个呢，互我去遐观察嘛无呢。所以妈妈用啊，伊咧饿的咧哄他，阿三咧饿的咧，哎呀，啊伊咧讲的伊就好讲嘛，无紧。你为什么一定讲，卖伊卖去注重这个物件？每一个人拢爱饿的所在，到底是咧饿什么？把这个心藏起来，你就知伊是好动机啊，哦。你把那心放下来，放心，啊，把心找回来。要学的是这個，你若学这個，你看到那個是重要的。啊，为什么重要？伊唔敢在这个所在把那個做了唔好，重要一届，就一届的效果，重要十届就一届。到最后恢复伊的自然，迄就自然。吼，所以无所不恶，逐项拢来学。吼，学习了后，搁爱学道，学的精神好，学道啦吼。学道就是要识透人生的真谛。人当中的生活智慧王，人生的圣地主，哦，那个形容啊，讲个性命就是人生的性命作为。啊，嘛有人咧讲啊，讲啊，性命就无伫世间啊，甲伊是人生的性命作为。请问，性命还未成性命的时阵，你是啥？啊，是人嘛吼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伊有法度甲人做甲。真正成功，最后成圣了。因为伊人做了成功啊，吼、哦，爱做成功，做人你看，伊知影修道，伊知影道的根本是啥物，所以伊最后嘛成功，伊上会晓做人。啊，请问咱敢袂晓做人？会啊。哦，咱外口做人个，拢伫倒位咧打转，伫迄个有形有色个顶块。咱嘛做过做人个啊，好人个讲好话，哎，佮知影提单路啊，佮知影安怎个，讲有这人做过做人个。无啦，是佛祖、佛菩萨佮圣人共款，人讲伊袂晓做人，伫倒位做人，伫伊个心性顶块，哦，心性上面吼。所以，
圣贤伊会知影即个因缘，所以伊要还返即个因缘，爱伊创大迄个戒戒。即个世间有各种各阶层的人，伊创造出来迄个戒戒，每一个人拢有戒。但是今日呢，咱既然咧得到宝贵的大道，咱应该用即个上界赞的即个赞处来下功。这是得来不无容易啊，得失不易啊，哦，所以讲学道啊，要学到精髓啊，哦，学到问心无愧，无简单，成绩无容易，真正歹做。啊，既然歹做，为什么老先拢搁咧甲伊讲？学到精髓，不知不悔。所以呢，你刚我听一个讲师讲啊吼，伊讲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伊讲那是啥物呢？科学。但是今日呢，咱要徛伫咧巨人的肩胛头吼，就是要学经典，经典伊会爱，伊会晓引导咱。经典呢，会当破除咱的迷思。所以咱知影讲哦，佛经内底呢，唯一一部非佛经啊吼，是用咱听有的话讲出来。请各位是对一部《六祖坛经》。六祖坛经。啊，剩了是安怎翻译的啊吼？伊印度话变成叫中国话，拄啊着做大经，伊个字足简单个，啊，但是呢意思足深个。所以你若要探讨心性，咱就要探讨着做大经，伊讲个角度咱直接来理解。加好理解，吼！伊第一句话讲啥物？菩提之性，菩提之性吼，本来清净，但用初心，得了心，得了心本。即、這个简单无？只要简单尔，但是伊意境真了悬个。啊，咱无法度想，着做讲个安尼无？你看有什么油头？油头有什么意思？感情还无可能，不做会骗人咩？没啦吼！啊，伊袂骗人，伊既然爱讲安尼，你我都想安尼无？有无？你爱相信啦，为什么？你既然相信，不做袂骗人啊？啊，伊既然安尼讲，你绝对。也会当想安，这信心是我咧画的，你要分口号，不是？是来自你的内心内底困难，就是安尼。是你也未抓到迄针头，今日互你杀掉啊，针头杀掉啊，因为那真正一步就开，哦，所以。迄、那个精髓啊，你也要按经典去探讨，你会足自然，随着你的意识，互你的意识来牵入去。这我都会啦。哦，所以今日咱要学经典，上简单的就是开始。我是咧宣传这部经，我是咧讲这部经就是。纯粹中国文化表达出来，哦，啊，像了就是，哦，你想道德经嘛，清净经，这嘛是讲咱中国文化纯粹，哦，啊，搁有迄四书，哦，大学、中央、伦理、孟子，对。所以，我感觉讲，每一部经，
拢袂歹。啊，伊嘛咧甲你讲迄个重点，不管你学啥物经典，迄、那个精髓其实就是文思无穷。迄每一部经拢安尼写，所以以好好生活来底，咱要做学习，咱要学学道。这两个点，学习甲学道，吼、哦，伫外口学习，伫内心内底学这个道，这是一体两面，吼、哦。所以，咱讲信传兼顾，你是来做工课，跳落来听着你来度人来救人，而菩萨安尼做，吼、哦，按少做甲老，做袂先。哎、欸，足奇怪嘞，足妙嘞，唔知安怎来安尼嘞？哦，那是食白米粉哦，食一世人都袂感觉厌，甲食白米粉同款。哦，所以今日用人生路这条路就是学习甲学道。过来，走好路，爱心存书家人修的概念，头是恶。现在要修心，修就是要找到上好的方向。所以人家讲，哦，你这是什么宗教？什么团体？哦，啊，宗教啊，团体，伊咧教你什么？教你做好事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咱今日是什么？今日是道啊。道敢要教咱做好事？嗯，哎，啊是你知影人做好事？你知影人做，还是还需要人来教？嗯，应该是你本来就知影人做。嗯，应该是安尼啊吼。嗯，对啦吼。所以，修就是要找到上好的方向，那方向，修心无简单嘞。真正要做好标杆，啊，用足侪功夫个，莫讲咱在佛堂修行，咱伫个厝内啊，哦，你要做好你个角色啊，你也要用一挂心啊，真正无好处、哦，所以修了才会好，修个好啦，啊好啥物程度？伊阿来讲，恁家拢是歹人，呵呵呵。啊，你啥物意思呢？伊讲个唔假啦，即假吼，阮家吼，大家拢讲我唔对啦。啊，即假呢，大家拢讲安怎？我对啦。啊，即讲我对个呢，逐天都冤家啦。啊，即讲唔对个呢，逐天安怎？笑声不断啊。啊，这边的头家讲，奇怪，迄边三家呢，甲大家拢笑甲呢。啊，恁这边只有钱甲大家拢在冤家，伊就要去甲了解，啊，就去甲对面人讲，啊，安尼哦，来，阮斗阵。这有讲的，歹讲。哦，啊，一支面请伊坐啊，啊，无看到伊啊，伊原一块大面桌布，啊，甲坐落。好在有大面，哇，这媳妇就走出来。哎呀，这歹势啊！我把桌布放在这，真正是歹势。啊，这大家就讲，唔是伊个唔对啦，是伊个做这吼，我囡仔咧哭，我叫伊来骗囡仔一个。哦，啊，这大官也讲啊，哎，唔是你唔对啦，是我唔对啦，我要请人坐来看好清楚。这对面这个有钱的听了。原来你家拢是歹人，大家拢讲家己唔对啦，啊，阮家拢大家拢讲我对啦吼，所以我抓到问题伫倒位啊。伊有想要知影，才会好啊。哦，伊想要了解迄个问题伫倒位啊。啊，正直善良是乎家己上好的礼物啊。咱今日即就倒啊，知影咱有一粒
善良的心。所以呢，伫咧美国1812年，啊有一个考古队啊，啊这个考古队就去咧撒哈拉沙漠的考古，啊伊就一队吼，这队长就带要去遐考古，啊伫咧路尾看到迄死人的骨头，伊就甲队员讲吼，咱大家吼，甲这骨头捡落。带起来，啊，拆一个墓碑。哦，我以为，好，看哪行哦，骨头安怎，愈来愈济啊！啊，你队长讲无要紧，咱就一项一项甲捡来，甲带起来，啊，拆一个墓碑，安尼一路去啊，去到伊要考古的所在啊，主要会得到迄种重文化价值的物件。即摆要转来吼，官渡要转来，煞起风沙风沙，迄沙漠内底起迄风沙，无看迄路诶。吼、哦，应该是讲，原来为虾米足侪人拢会死伫沙漠内底？因为看无方向，所以最后，因靠着虾米行出迄个沙漠？蒙迄个墓碑吼，对不对？啊，迄个墓碑就是伊呐，伊设立迄个目标，因为伊发迄个诚心讲，我要来代代拆一个墓碑，所以变成伊呐，伊一条路的目标嘛就清楚了。所以善良就是咱人生上好的目标。啊，这个善良若无得到这个道，伊咧入到迄个精髓无简单。咱拢知影，我人心，咱心足好个啦。我敢要食菜，哦，我修行唔要食菜，我嘛会成啊。唔是无，但是你有100%，把你的心放伫修这项工作。这样代志，歹讲，甚至呢，无简单嘞。哦，所以今日修身就爱找上好的方向。个啊，修身了爱呐，修道。修身无同款吼，甲修道就无同款。伊无同款是多余差多余，伫咧外口啊，用功夫啊，甲一个个爱。啊！你的心内底真正是功夫，所以讲修道，才会找到回上好的家己。请各位听听，什么叫上好的家己啊？幸福。我感觉讲，迄上好的家己就是哪？君子不器。君子不器啊！啊，什么叫君子不器呢？就是呢，咱无限制呢。做什么？咱是无所不能。明啊吼。来，用一个角度来比喻看卖吼。请问各位前人，佛祖有教无？有啦吼，肯定啦吼。啊！你讲看佛祖伫这个所在表现，敢有？想看卖有无？佛祖敢有我足教的？伊敢爱讲伊足教的？无。唔免啊！啊，既然伊无所不能，伊也无讲我足教的，啊，为什么伊成佛祖？啊，我嘛是足教的呢？啊，为什么我袂当成佛？无圆满，确实无圆满。为什么？各位姐姐。福慧，无圆满。佛祖藏伫咧倒位啊？伊讲佛祖吼藏伫咧。根本。佛祖只。为辅助，
性也会基于性，伊就是靠伊根本的内脏，伊是咧，伊毋是咧靠伫咧灵，灵就是讲无所不能。啊，咱人到变到，咱拢靠伫这个所在咧下功夫。迄手机啊，人发明的，只是毋是咱发明的尔吼，是毋是人发明的？伊有厉害无？有厉害。厉害啊！啊，但是伊为虾米发现迄个也发明迄个手机啊？一定是靠逻辑。啊，佛祖今日之所以为佛祖，伊就是三个咧根本就是虾米？就是你的道。伊就是迄心性咧下功夫。啊，咱今日伫咧有形有强顶关下功夫。各位真人，你来想看卖，是毋是差别伫遮尔？好啊，想一下，即摆想道，毋但甲你听道理尔吼，爱想道理哦。你会晓讲道理袂？我无要紧哦，我遐想哦。你听入来想想，头壳甲想个破，甲经理甲问经理，安怎？经理就袂唔知个意思。你去行经理那有病啊？经理嘛是人个，好，哎，经理伊过去绝对有迄个条件，才会做经理个。所以你若想要了解根本是啥物，第一个要去，你免行歹事。你若敢啊，你若敢想，一定会想通。所以上好家己就是啊，君子不欺啊。为虾米呢？因为上天给你一个圆满的天性，圆满的天性。圆圆啊，咱讲的圆多多跟啥啥，去到无？无去到啊！啊，但是咱即摆拢会安那零零角角啊，安尼去啊，拄着。啊！你又捉着，啊！你又去人解着，嘿，人都歹做咧，真个人都歹做。哦，啊！咱个天性是圆满的，天性圆满。伊要讲个，无缺无瑕。所以今日个上好个家己分主不起啦吼，按今日开始。咱要安怎想办法，甲经理甲领导，抱一间饭堂，安尼坐满满。真个来想，你只要有这个心，伊一定会照你愿。好啊，其实足早就听有这间饭堂了。我你看我经过三十年，我才来到这。我刚就经历的时候，我捌听过。我你就得了啊，心的一路行到这嘛，你看经过三十年，到这个机会来到这。啊，过去偌济人我唔知啦吼。互我咧想啊，我分长期的这大金，就是爱一路满，客赚到赚。迄个是分主题啊！你若限制讲，啊，我都也袂晓讲道理，也袂晓主料理，也袂晓做人才，无要紧。你下当坐伫个车，就算你一分。迄老师讲个，算你一分。迄条先分意，你坐下来，你是要先分来。啊，今日不管你下当啥物，你甲你个内容讲明出来。这叫分主不起，哦，因为我要把我迄上好的吹倒来，我今日收到就要来吹倒来，我若无甲吹倒来，真正足拍算，因为我已经得着刀啊，这刀只很好安尼，伫我的身躯我袂，我都甲放开，我足拍算的呢，哦，
咱看下拢足死了个，头个乌个咧，我唔知你有面无，迄无面，但是咧看下足笑个，迄收收到收到这个坎头咧看下只笑个，啊为啥物人看下笑个？迄咱个心内底愈来愈无物件，对不对？物件愈来愈少啊，迄个面内底佫有藏物件，有藏刀啊，藏刀枪啊，藏咩啊来救人？啊！若不做肯定的物件，你看，迄种无足来，咱慢慢已经把迄个点转到到迄个点去，不简单啦。嗯。但是这步若要下去，迄第二步就对袂来呢。到时呢，我若惊这步停下，我惊停下，我想咧，一个迄个图像啊，第二步画袂水啊，画袂水，你看就变成安尼。啊！你第二步来甲对嘞，第三步嘞，对起来啊！迄是一步一卡因嘞，四路是一步一卡因嘞。人家当咧社会讲，偏僻，偏僻就是故意脚印。迄有一个牌子有啥看啊？叫偏僻。哦，所以今日修道就是要找回上好家己，是吧？找回后心，找回那个往外攀缘的心，把它找回来，放下，重新聚焦。这聚焦啊，吼，你翕相你看，这翕过安尼，聚焦，一概翕白概水。咱今日个呢，这聚焦看出去呢，拢是看着别人就好。拢看到家己个，无可能啦、啊，我无法度啦、啊。你看拢这，当然就一定会阻碍啊。哦，迄为甚物？人咧社会讲个讲，面面夹夹，就是要趁钱啊，想尽办法啦。啊，咱道理嘛有一句话，迄个《论语》内底，也是大学内底讲个，君子无所不用其极。君子无所不用其极。好、哦，对不？阿笑，唔免啦吼。迄无所不用其极，用想尽办法啊，想尽办法了后咧，互家己变甲想要去做安尼啊。啊，要变字，我讲师傅讲七十二变字，下功啊，重视迄个根本。啊，根本在倒位，民书一字嘛。只个点伫遐，重点伫遐，你伫遐下功夫，这一重足重要。所以你要聚焦的，伊聚焦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部分、迄、那个面、迄、那个所在，毋是聚焦过去，咱也得到以前外口优劣优强，迄真正辛苦啊！你不感觉辛苦吗？就辛苦。所以。你重新聚焦的，你看见、看见、看见本来面目。啊，这本来面目是啥物？规身躯拢假啊！哦，敢是？啊，内底有一个啥物？真我，真我。一个啥物？真我。真我。都系迄真诶，两寸拢假。啊！要照假修真，哦，只要迄个真有杀掉，即、這个假歹呀，无要紧。迄、那个真咧，就是有机会。哦，照假修真嘛。所以，迄、那个本来面目咧，刘祖官经内底讲，道明为着要叫伊化，欲做变个欲做着嘛好，即个啥物意念啊？你看到这时候说，我得做菜嘛，这四片的中分呢，无力的呢。未了。谁敢提那衣钵提袂顶当？啊，迄咱不知影，伊讲提袂顶当，伊就讲啊，行者行者，我是违法而来啊，是依钵而来。咱就做讲讲，好，你违法来，心先定下来，静下来。穿到一个坎站啊，
伊咧过去拢修因，已经修到一个临界点啊。迄临界点是讲，只要一点一点尔开啊。迄临界点，你看伊讲是讲，形容啊，讲不殊胜不殊末，尽于末时。迄个是明想做诶本来面目。咱伫个夜深人静诶时阵啊吼，迄心真正足清净诶。迄时阵你敢有咧想哦，某咪人啊对我足唔好诶，哦，某咪人对我足好诶，应该甲别个，因为到迄个时阵就是你诶心要静落来，欢欣喜悦一切。所以伫个迄个静音下，你看你诶心已经无。善恶对待，好歹来去攀缘。你已经离开你个所在，会转来到你个本体，所以就做来讲，这就是你本来面目，要慧明开悟。你看咱练这个技啊吼，迄毋知练几遍伊啊，听几遍伊啊，咱嘛是袂开悟。人都无共款啦吼，地无共款。所以，迄看见本来面目，迄本来面目是哪？足善良的。人讲啊吼，尧舜禹迄个时代啊，舜的，尧舜是啥物？诶，政治叫禅让政治。尧帝甲帝位传到舜帝，要传到伊囝。啊，这个舜帝，尧帝要甲帝位传予伊，伊唔敢接受啊，伊就走了。走去个吼一个所在啊，啊，人舜帝伊就足有德性个，迄足济人就是要去对伊啊。到最后自然自然啊，迄个帝位就传承到伊啊。爱舜帝，伊迄个时代有一个阴干，叫韶月。伊就叫韶月。啊，这种阴干是安怎呢？伊讲哦，听到这种阴干了啊吼，你只要听到这个阴干啊，你的善良的心啊，伊激发你的善良的心。恢复你的本来啊！哦，这个灵感呢，各位恁够相信不？真正有这个灵感。咱卖直接论啊，咱是一个问题啊吼。咱捌听过迄种灵感，听了你的心拢静来，有无？有咧，吼、哦，啊无听。吼、哦，火就来啊！啊，但是只要听，伊的心就足清净。啊，这个韶月啊，吼，就是舜迄个时代伊的音乐。伊一讲听到这个音乐了吼，迄善良的心，每一个人拢恢复伊本来的模样。伊较善良啊吼，尽心佮尽力啊。尽善尽美，哦，啊，佫有一个音乐，武哦，文哦，个囝武哦，武角，这武角呢，伊敢若尽善啊，无尽美啊，为甚物呢？因为武哦发丢啊。啊，即个两个黑人啊，即两个黑人，我有袂记啊。去，甲武王的背啊扭掉啊！你是一个神啊，袂使去，发丢丢就是伊的骨，丢王就是伊的骨啊。讲你做神的袂使去拍武王啊！啊，武王无听伊的话啊，武王讲我一定要来发丢就对啊，救百姓。啊！人即两位兄弟甲讲，你毋免去甲发达、发丢啊、发作，
时间到，帝王迄个寿命到啊，就无啊，天下就太平。所以，儒家有王的时代，应该尽心哦，你善良的心发出来，啊，但是若无够水，因为伊做发发丢这个空，这个号，互伊听下迄音乐无够水，所以尽善哦，但是没有尽美。你今日咱的本来面目啊！是善良个水，但是呢，为甚物伊咧咱都有一条封闭的心？吼、哦，我知影善良啊，这个科比吼，四十年前、五十年前，迄、那个台湾的时代吼、哦，你看迄个时代的人有淳朴，有啦吼。哦嘿，一个人倒伫遐个嘛，哦，囡仔个嘛，甲救啊！即摆吼，一个人倒伫遐个嘛，若较好个啦吼，哎，咱两个来甲救，但是我手机啊冻个吼，等下个朋友个啦，有够！啊，较歹个，甲我无关系啊，我等下去遐救，要怎啊？嗯哼，时代变安尼个。嗯。啊，到底问题可问啊？咱去想这问题啊吼，问题是倒位啊？甲变安尼啊？嗯。哦，咱每一个人拢有一颗足善良的心，有啥物今日变一啊？无共款啊！今日咱进入倒安尼，当然我直接讲各位啦，我咧讲，你看，咱今日也无进入倒。咱真啊，甲外口，你甲外口，甲拄着代志的时阵，咱阁是啥物心态？真重要，吼、哦。所以，伊讲吼，我上讨厌的人，我讨厌啥物？我讨厌迄个人，但是迄个人呢，足简单。就和我甲伊同款，我咱同你讲，咱来看卖，是不是叫我做讨厌啊？你讲哦，有人尖刻的嘲讽你啊，你虽然啦尖酸的回敬他，哦，我来讲伊好了，因为我台语说不出来。有人毫无理由地看不起你，你马上轻蔑鄙视他，还有劲无？有人伫你面头前咧大肆炫耀，你马上加倍证明你比他还厉害。有人对你蛮不讲理，你马上对他胡搅蛮缠哦。有人对你冷漠，你马上对他冷淡疏远。看，你讨厌的那些人，轻易就把你变成了你自己最讨厌的那种样子，这才是敌人对你的最大伤害。咱讨厌人，迄个讨厌，其实你心内，迄属讨厌，其实是你家己。啊，佛祖为甚物？伊看众生，大家拢是佛祖。心内有不杂吼，讲着讲心内有不看是拢是不做嘛。伊无咧看你是众生咧，伊就是看你是不做咧。啊，甲你讲佛话，你讲你听无尔，伊甲讲众生话互你听啊。伊要甲你频率超会下咧。这佛对佛，我佛不做讲话，甲你讲话你听无好无紧，我讲。我频率要甲你同款，目的就是要互你恢复你做的本来。啊，你今日不是啊？人当咧解屁事尔，咱马上怎样大转去？呵呵，哦，这个大转去，我真正有气势。哦，咱看有咱来足重点，我就是要安慰。
人看人无你讨厌伊，你随和伊，甲你变成你甲伊共款，安尼足可惜。你拢无甲你上好诶迄个甲用出来，电脑诶你互伊安尼个坐灵动，靠咧坐灵动，哦，今日讲遮济，无非就是咱身躯有刀啊。无非要今日，咱只要修刀啦，只要咧学刀、修刀、钢刀、板刀，最后一定会修刀啦。一步一卡印安尼行，把你的刀咧完全包之包啊，好好听。唔通伫迄个认定观啊，偏强，伫迄个根本袂共，根本有三有条，来分长，即个我应该做的。你会知影，迄我应该做的，利用偏，公修公道，婆修婆道。哦，经理收的经理，你收的你经，道场上界公平，马界上界现实。哦，所以各位真贤啊，求道后。诶，人生要怎行？今日咱来做一个上好的调整，哦。咱来做一个小结论啊，吼。人生路着，捌要知影要怎生活，着爱带着学的精神，爱学习，爱学得。啊，找活路呢？要生存，需加入修的概念，要修身，要修道。哦，啊，因为咧，咱只时间关系，我这第三部分就无讲。生命力要注入半的理念，要办事，要办道。哦，办事你看，到这办事的替别人办代志嘛，哦，不是替家己啊，办事的替别人。哦，替我爸爸做事情，然后替别人做事情，他办到了，办到就是为大家做事情，他把自己的道呢，透过办到呢，把自己的道呢彰显在生活里面。哦，所以最后吧，哦，结论，最后，一个人知影家己为什么而活，就会当忍受任何的一种生活。哦，这是迄个尼采讲的话啦。今日道互你得着啊，你知影要怎甲道用伫你的生活内底？安尼，咱的生活过安怎无好，过安怎无顺？一讲落来，你阁有一点仔安慰，啥物安慰？因为我身躯有道。哦，这个道会当互我呐，足，把我的心呢抚平，所以不管什么生活拢无变。哦，今日呢，咱知影道保未了，我爱想办法来突破咱的环境的束缚。每一个人的生活拢有苦。大家拢苦无同款，你要怎伫伊内底找着迄个快乐？咱头仔咱经理讲的，讲迄个干话啊，哦，住伫个巷仔内路巷呢，迄路巷可能哦无人行脚头的呢，伫个人讲风高野外呢，哦，食饭配水啦，人嘛感觉足快乐，到底伊个快乐啥物？各位，那知影伊个快乐什么？快乐我身上有道吗？哦，扣不住酒油嘞，得讲丁菜转油，要七干七的，无不干七。
咱咧看有啥物？有刀啊，哦，消积罚坦，陈蔡绝粮，匡定避难，这三项咧害控制，能控制拢无改变，以对德的一种信心，哦，所以。我感觉讲道理，要讲会咱讲足简单，啊嘛足困难。啊，上重要，咱听了道理以后，我要怎调整我的心？这我感觉才是上重要。每一个人都有伊的困难度，哦，所以今日来到贵妇堂啊吼，是一个机缘啊，因为我。也带我们班共过一个班，哦，啊，就去年十一月份咧，配音讲师的讲，哦，我来咱来实习啊，哦，我嘛是考虑足久的咧，我讲，我来去讲咧，我无受带我这种培训的这种这过程啊，这讲这个班拢爱去培训的啦，啊，吼，就伊就讲哦，这个讲师有哪出啥问题，我唔知啊，吼，啊，伊讲是袂当的，来。伊讲斗三工啦，我讲哦，要了完哦，我想看卖，我考虑都比较大个，哦，所以呢，这不足一定有，啊，但是我相信呢，各位姐妹呢，拢有去啦吼，知影讲恁做足好个，啊，甲互我呢，哦，赞助呢，大家拢目睭金金啊看，哦，我足有信心个，讲了好，讲了歹无要紧，但是你对道足有信心个，你敢讲你因为这道哦，伫我身躯啊，不管我听啥道理，我拢会当来转。转，安尼，互你的人生愈来愈好。哦，啊，不足的所在，希望各位前贤咧，甲互我参加啦吼。啊，感谢各位前贤，谢谢。坤道一功，三在一起，一组有一个人，两组有一个人。